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六月七号 AM 新闻，我是陈吉安。今天看见新闻重点，各位这假期各地过道变大雨，气象署表示，下礼拜西南风愈强，全台湾拢会落雨，恐惊搁爱落到几礼拜。中国民间的无人机开直播飞来咱金门等宣传单，国军强调因为飞来咱的营区，会继续加强监控。新闻一开始关心天气，讲到五二节假期的第二天，各地头的天气都真无稳定，过道拢在变大雨。这气象署是表示，下礼拜西南风会愈强，是到这全台湾落雨，恐惊都要落到几礼拜。尤其是中南部，都要注意有瞬间的大雨，其他地区过道嘛可能会熊熊变天，落雷公雨。天顶乌云真多，伫对流云系发展真旺影响下，中昼起了后，未少所在开始落一阵一阵大雨。根据气象署观测，由雨区继续扩大，全台有十六县市必须要注意局部大雨。今天的话，除了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之外，午后的话，在大台北地区、跟东北部、跟东部地区。也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的发生。气象署讲，拜一到拜六方面较高，而且稍微往北边。另外，西南风真强，有计全台湾连续六天的落雨，中南部短暂阵雨也是熊熊落大雨，其他所在是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。呀，过日子连假第二天是罗南上北车上最时阵，国光局预告，规天交通量是112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的1.2倍。七十休假即天会出现上北车流，全台各地会有11路段，会有车水。塞车情形，其中各个北向宜兰到北拿，对早起9点就车流了。国一北向苗栗到湖口路段，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；国三北向关西到大溪，从下午2点到晚上9点；以及国五北向宜兰到平岭路段，从上午9点到晚上10点，也预计都会有车多拥塞的情形。建议北向的用路人可以利用上午的离峰时段行驶国道。国光局讲，最后一天的连假，那边将无想要塞车，西部国道想要上北的，建议在南部地区9点时出发，中部地区是伫12点进前出发。若国道五号想要上北的，会使伫9点进前出发，才可到节省一个宝贵的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刚才讲到明仔就是肉粽节，高雄的秀山动物园内底动物即马是有够幸福，今年嘛拢有粽通好食。也伫屏东嘛办一场比赛，唔是比骑人，是比人倒骑看啥人骑上久。参加人动作同款，开始倒栽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连续有人挡袂牢，青叶团一直加油，各阵时刻剩最后五下，要拼冠军的奖金。一十一岁大学生倒栽一分50秒，摕到冠军。港道一当基本方便，酷。对，每天至少都3分钟起跳，这样就可以了。高级战争一天，甲骑人骑四轨活动无同，家母爱护者，好跳伫个平安1936基地办趣味十足的骑人挑战。跟往年传统不一样的一个立人活动，就是百人倒立的一个活动。然后我们想翻完这个立蛋的传统。秀山动物园是虎条志刚妈妈，因应无同款动物特性，准备各种的粽。阿姆哥哥做水豚下麦对大草粽无兴趣，较爱青木草。针对大型鸟科动物，亲像狮子、虎，是贴一个大熊包，刺激视觉甲嗅觉。里面的话，我们是事先放满了干草之后，我们把它放置在像是我们其他动物的兽舍，那还有展区来感染其他动物的气氛。那我们是希望说来提供给这些像是狮子、老虎，来提供它行为的丰富化。红毛猩猩是将大型熊包做铁佗物啊，搁听搁放。动物园营造五节节庆的气氛，让动物斗阵应应过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来看家人大里山调景公园即阵的房山，公路局是按算讲上紧11才有法度拍通，搁安怎紧？嘛要等到五二节过啊！附近的店家甲摊，即大赚的时机，等于是全部乌有去。这业者无法度做生意，嘛无奈只好关门休困。大型的卡土机一直乌边的吊车也甲暗土地，一地贴放伫个山边边啊来做固定。桂林市调景公园的北陵路大里山70公里的所在，前山发生崩山情形，造成交通双向切断。地工顶人员一直赶时之下，已经顺利完成第二阶段平台土石清运。
在这严重放松了后，对了民众用路受到影响，包含调经公园内底点头，也个湖滨的大头，生意拢受到冲击。生意有影响啊，之前可以卖个四五千块，现在他3000块就很高兴了。差不多剩一层了、啊，真的很差。尽管五二四假期，还有一段游客来海花看海、翕相，完全无受影响。但过一段火锅店业者无奈讲，以往食饭的时间根本无位通坐，不过即阵若无人客，业绩压力超过50%，要业者直接门关起来暂停营业。影响很大，对啊，不然其实中午可能都会客满啊，甚至排队，但现在连一个定位都没有。但不影响我们行人在那边玩水。啊，我从那边来是还好，就是绕下面过来而已，对吧、啊？没有影响。根据公路局的规划，西到土石清空了后，车站会对边坡来设置紧急防护设施，而且与路面拢破去啊，受到真大损害，必须停坡，有计在伊较多正式来通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另外一边，以色列跟哈马斯已经战超过8个月啊。这以色列最近是搁放出消息，讲对加沙中部搁救出4个人质。不过哈马斯嘛批评讲，这以色列是声声句句拢讲是为着要救人质，说唔知到今已经造成超过230人死亡，搁超过400人受伤。以色列电视台访问到一半，雄雄插播救出人质的消息，后主播激动到呕天。ניר, אנחנו רוצים לפנות עכשיו לראות את יעקב ארגמני, אביה של נועה. אני מתקשה להדחיק את ההתרגשות. יעקב ארגמני, אביה של נועה, מקבל את ההודעה על כך ששוחררה. הנה.以下冲突超过8个月，才被传出救出人质的好消息。以色列军方为加沙中部城市纽瑟拉特地区救出四名人质，分别是21岁的詹恩、26岁的阿加马尼、27岁的科兹洛夫、加40岁的齐夫。这些人拢是伫去年10月7日的诺亚因格地和武装组织哈马斯绑票。四名人质得救的消息，嘛，让各地民众欢喜庆祝。人质得救了后，当局紧急用直升机把4人送去病院检查，暂时身体状况拢真好。其中26岁有中国系统的女大学生阿加马尼，因为和武装分子骑车绑票的时阵，发镜影片要流传出来，所以伊的状况嘛真侪人知影。因为伊的妈妈感情不济，当日病院接受治疗，伊得救了后嘛赶去病院跟妈妈相会，佮接到总统赫尔佐格的慰问电话。对此，伊军只有表示伤亡人数无到100人，嘛唔知影这里底有偌济人是武装分子。公司新闻台宋冰玉。那讲到中国是直头来侵扰咱台湾，唔那是军机军舰咧来，即马是佫加一波无人机，甚至是直接飞来咱金门马山关七站的附近，开直播来等宣传单。咱军方是强调，因无飞来咱的野区顶关，唔过会继续来监控。也7月汉光演习，卖针对外岛侵扰部分加强演训。中国军机军舰持续扰乱台湾，国防部公布详细的统计：初八早起6点至初九早起6点为止，侦察到9架次的中国军机，甲7架次的中国军舰，伫咧台海附近的活动，其中有2架次进入北部，还佫有西南空域。相距离家人差不多97海里，迄个中国的商用无人机，迄天下晡嘛出现伫个金门。弯弯部队送温暖。有中国网友伫个抖音专程直播，有中国的无人机飞过金门甲厦门的海峡，但正伫宣传单，而且佫飞去马山观测站附近，伊佫后一届要去金门县警察局，还佫有金门大学，但宣传单佮肉粽。回来之后，如果我们无人机没有被打掉的话，我们接着2趟、3趟。警方报警查影片了后，确认这架中国的无人机无飞去营区，
不过部分中国的不明人士无够迫害两岸关系负面的影响，想要用这款的方式提悬社群的流量，无论是行为或者是心态都真不好。国军对敌情威胁，均保持绵密监控，不随陆区网民轻狂举动起舞，避免助长串飞恶行，升高区域紧张情势。金门管府表示，连续两天都有不明人士操控无人机去金门马山迄块地啊，那严重者也有可能会影响飞行的安全，已经要求警察局大力调查。民进党立委王定武也表示，要是爱进行来应应。不管是政治性的传单，或者是单纯抛弃疑似垃圾的废弃物啊，是不是在测试我们防御的盲区，找到我们没办法看到的地方？中国对台湾持续施压，国军也继续在整备战略。在七月份就要举行的汉光演习，安装会针对解放军对咱国外岛、离岛的行动加强来演训，应对中国普属地带的侵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今天是六月初九，在香港反送中嘛，拄好满五冬啊。香港编社青年等相关团体是举办香港自救六月游行，希望台湾人会当继续关心香港的局势。不过可能是受到今年三月香港政府阁创一个基本法23条立法出来，今年参加的人数受较少。光复香港，也台北京路也捍卫民主大江同行标志，因为初九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五周年，特大香港团体举办香港自由六月游行，呼吁台湾人继续关注香港情势。香港的朋友，或者是对于在台湾本身会支持香港议题的朋友，其实也是对他们来说会造成一个很大的风险。的重点都不是就是来的人数，而其实真的是把一个声音就是传达出去才是真正重要的。香港平社青年指出，今年参加人数差不多600人，比以前较少。推就是因为今年三会香港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，明定五大类危害国安行为，想要和香港人点点。暗过也是有来台湾观光的香港旅客来参加。就是没有机会再做类似游行，我想趁这个机会好好的运用它。之前刚好用港版国安法起诉47个民主派人士的第一批判决出来，14人判无罪的现场观众提出因每一个相片的爆料相关。在台湾香港艺术家扮作自由女神，希望台湾继续重视中国威胁。一定要关注，不可以只看自己的事，因为我们都是受中共打压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串联成为反抗的共同体。为什么要关注？因为你看到香港就给我们一个警惕，我们要不要接受中国的恐吓跟威胁？我愿永光归香港。因为香港决定今年五月对反送中挂旗，原员工归香港，原临时禁制令，加做禁歌。游行上尾，大家斗阵唱歌，表达因就算流亡世界各地，依然坚持抗争、希望自由、民主的声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讲到行政院通过甲国会这款法案的修法，拍转去立法院复议，而且15天内要做出决议，立法院上紧6月18日就要表决。即马哪里两党是拢宣布讲要举办全国巡回宣讲，民进党的头一场是办伫咧花莲，因为国民党即局是要对台南开始拍。行政院主张立法院的国会接管法案无法度执行，但总统赖清德许可了，将会移请立法院复议。立法院就要伫咧15天内做出决议，若无复议案自动生效。根据时程来推估，立法院上紧伫18日议会就决定对复议案进行记名表决。有国民党立委认为，为了要防止民进党团阁阻挡拖时间，应该坚守立场，和议事会当顺利进行。是民进党，他不停地用各式各样的发言或是肢体动作来瘫痪议事，我们会怎么去因应？哈，这一块我只能跟各位报告说，我们有计划了，但是这个我们还不能对外说。民进党的复议到底是要讲道理，那还是要动用武力，让大家没有办法在议场里面好好的讨论表决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恐怕是民主进步党他们自己先要说清楚、讲明白的。南亚立会对建设的策略正保留，民众党团总召吴国昌是叫南亚立会唔通过恶意瘫痪议事，回归到民主程序。严格民进党团是讲，并无规划要反对议事，反领导批评伫咧新一届国会内面，一向拢是南北伫咧占领主席台。
民进党会依循议事规则，民进党不会进行无谓的议事杯葛。这是立法院第14次来行使议案的复议案，都有相当的惯例。因为立法院国防舰也延伸到归头，那就怎么那么用无论舰？民进党的青鸟全台杯宣讲将会自14开始，第一场是经伫咧花莲。国民党的反制行动是自15开始对赖总统的本命区台南出发。因为民众党是讲，因会进行下乡宣讲，会透过网络的空间向民众解释相关法案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那讲到古早人讲的五里坐叉兄有辟邪防毒的意思，不过时代的变化，即马已经愈来愈少人有保持这项传统。新北的新店文殊馆为了讲卖好这项风俗无去，是专工请老师来教大家用香草来做蚊仔香，望讲有新的应用来延续传统。将阮甲幼幼仔兄豆豆仔进入去树讲，大家当咧做环保的兄帮阿兄。俗语讲，五日节差钱，卡用零，差兄卡用惊。以前虽然是为着辟邪，但文殊老师讲，用现代的角度来看，其实是因为这个季节天气变化，细菌蚊虫多。古早人是先用兄防虫的功能来做防疫。你五日节以后啊，你的天气就是热哦，热你就会吸细菌啊，啊有啥物病啊，足容易。会发生，卡在医疗无遐尼好，你有蚊啊加过，你就会破病啊。这时阵，伊就大概种花青草，内底有水，伊拢会给倒掉。伫门口，就用艾草来防疫。主办单位讲，即卖五日节，大家较少插香，为着延续这个风俗，因才想讲，甲大家做实用的香蚊啊香。参加的民众嘛，认为这是好囡仔熟悉传统风俗的好机会。大家可能会比较知道是划龙舟啊，或是香包。那我们希望就是透过这个蚊香卷来有一个新的活用，让我们这个传统可以做延续。他们不知道端午节还有这个艾草这个东西，所以对啊，带他们来认识这个，我觉得是还蛮好的。毕竟这是传统的文化，希望他没事能够多少接触一点。古早的风俗对时代的变化有真多，已经让人放袂记。文殊馆讲，把风俗改以实用的方式应用，就是希望会当活化传统文化，继续延续落去。记者柯山柯冰在台北报道。讲家是历史，是文化，是台湾宝贵资产。台南新芽文化中心即马在咧办一个台南特久展当代工艺展览，唔然有囡仔人爱耍的走观挂档，毛安排工艺体验甲大师演讲，毛大家了解到工艺艺术文化水。大人囡仔咧看即摆台湾府城街路地图，因当咧找清代时期出现虾米款的工艺。这是台南文资处办的台南第九届展览的招观活动，要互民族哪算哪入捌工艺的完成。展览分成两区，通看到史前文物到当代工艺演变。以前没有印刷机，就用雕刻，然后再印上去。然后印好了大幅可以镇宅平安。较早甲即卖历史的文化，还有文化的传承安尼，因也提倡接触，才接受了，看把这培养伊兴趣啦。咱有在历史的背景，产生咱台南的特别的风格特色的工艺作品，所以我会对台南特有种。时代演变一点一滴累积落来，才有即阵特久的工艺文化。总计展出六种无形文化资产。像眼前这顶永川大桥是王永川做的，台南超过一半的新桥拢是来自永川工艺社。另外，微风凛凛的门神，每一个线条拢有不同的风格。其中潘氏家族替台湾彩绘会工艺留下一些作品，第三代潘家雄也公开因老爸潘丽水彩绘的两大特色。一定爱。还有七倍，但是你那门哦，宽度无够，你没办法用了七倍，咱人来画嘛吼。相对还是这面，是阮父亲他有在西岸画看板，伊画面吼较立体，这胡须来画啊会飘飘安尼，哦会当去看到内底。你要画到要，你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啦。画起来足幼路的，唔是讲。哇，青菜画画吼，门神，其实伊爱画出伊的威严，伊的庄严。展览展期到8月11日，文殊处指出，因后续会举办工艺体验，参邀请大师来演讲分享内底技巧，通让大家认识更加深刻的传统工艺水。记者李秀台南采访报道。
台湾要变作超高龄的社会，唔来咱人有咧住安养院，即马嘛有咧予新民咧住的。伫咧家己伫家就一间新民的养老院，因专门是咧收留，因为咱人食老，有是脚头扶不方便，有是去住养老院无法度搁伫厝里摆，即个新民。对于十年前开始咧收留，甲算算的嘛已经收买千外尊啊。在庙内神明点香，边仔看过去全部拢是神像，不管是茶刻的、灰啊烧的，也是石头刻的，一楼、二楼加起来，才有千外尊的神像。负责管理的人讲，这神像拢是别人无法度过风俗才送来吃的。这拢是人本身了做滴拜的，还做有灵的。人会老啦，拜两代、三代啊嘛。啊，少年的拢爱做外百平吃头路，无法度转来风景啊。若做过较长的，我就出去加请。最近伫嘉义县伫遮个新民养老院，为十年前就开始替民众照顾遮无法度搁拜个新民。负责人讲，最近养老院内底除了有台湾传统信仰个新民，搁有拜个国家个神像。大部分原因拢是因为拜个人年岁大，或者是无所在通拜。这话社会问题啊啦，啊有个较早新民将三老尾，老个家头无老母叫你拜啊，啊都唔敢有个做计划做来。啊！都一直哭，我讲卖哭啦，当作计啥囝啦。哦，俺像这个较少看，啊，这种新闻嘛较少看啊。哦，啊，另外，另外母娘，这嘛嘛唔捌看过啊。所以讲有真侪唔捌看，而且这个新闻吼，有的拢百几栋啊，真正有历史的。小小的一个所在，内底有台湾各县市请回来的新闻。这间新闻养老院是地方一个真特殊的所在。唔，那会当看到世界无同的信仰文化，嘛透过这么侪送来遮的神明，欢迎台湾伫高龄化人口的状况之下所带来的影响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明仔载天气先看，来看详细资料。北部地区25度至32度。中部地区26度到33度，南部地区26度到33度，东部地区25度到34度，外岛地区24度到29度。过未来三天的气象。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，我是志干。稍等下，再继续收看台湾技术部。明仔载同一时间，咱再会。